我错误爆料，我转贴爆料，我一直爆料，你到底爆什么料？我说大家一定要相信政府的领导。对，听说你们家泡面买太多要送给我，帮忙吃一点。您有原厂授权书吗？啊，听说你们家啤酒买太多，帮忙喝一点。您有原厂授权书吗？啊，你们家粽子也买太多？我，你有原厂授权书吗？不瞒您说，我有党证。你有哪一党的党证？我有阻挡事情顺利进行的症状。端午节到了，哪儿都不能去。跟大家报告一个坏新闻，最近还能有什么坏事呢？我是个坏人，这不是新闻。我坏，那我也坏。我打喷嚏，我吐口水，我又打喷嚏，我又吐口水，我一直打喷嚏，我一直吐口水。我打喷嚏故意拿下口罩，我根本一直没戴口罩。我进卖场不戴口罩，我逛公园不戴口罩，我倒垃圾不戴口罩，我偷跑去游泳戴着口罩。憋死你，你管我。我有个朋友是位基层警员，警察辛苦了。他的女儿是刚从学校毕业的护理师，护理师更辛苦了。您该怎么做？我该向警察致敬。那我来安慰年轻小护士，我趁警察不注意一把拉掉他的口罩，我趁警察不注意一把拉掉他女儿的奶罩。你畜生啊！我们在演比划。对，我逛阿公店，为什么？进行人与人的连接。对，我泡茶艺馆干什么？进行人与人的连接。你，我养生护肤搞什么？进行人与人的连接。我切断你的连接。我做梗图，我乱爆料，我错误爆料，我转贴爆料，我一直爆料。你到底爆什么料？我说，大家一定要相信政府的领导。哎，这样子会不会有点太那个？听说你们家泡面买太多要送给我，帮忙吃一点。您有原厂授权书吗？啊，听说你们家啤酒买太多，帮忙喝一点。您有原厂授权书吗？啊，你们家粽子也买太多，我，您有原厂授权书吗？不，你这都什么毛病啊？不瞒您说，我有党证。你有哪一党的党证？我有阻挡事情顺利进行的症状。哇塞，你这很严重哎！看来不打疫苗不行了，那转成重症就麻烦了。我决定跑吧。你还能往哪儿跑啊？跑美国打疫苗。哎呀，您真是勇敢啊！我在旧金山有朋友，下飞机就打一针，去朋友家窝一个月，顺便坐坐电车，逛逛码头，喝喝咖啡，吃吃螃蟹，回程再打一针，上飞机回家，免疫，挺完美的。等我打好两剂疫苗回到台北，您恐怕还没打到。心血管里四根支架，我原本是第九顺位，被校正回归到第十了。我好好活着，我等着吧。我，哎呀，机场人那个多呀，因为很多人这么干了，稀里糊涂的上了飞机，睡了一大觉。到了，好快啊！下飞机我才发现，完蛋了！怎么呢？搭错飞机，我没到旧金山。您到了，我到了武汉。